好，钟点燃师，各位点燃师，还有海内外的同修，大家好。好，各位前请坐。好，感谢天师的，还有老贤人、前人大德、钟点燃师慈悲提携，还有感谢各国点燃师以及所有同修共同的护持，我们一起在这边学习。今天是我们今年度最后一次的四海一家愿心相拥的一个课程，回顾5月30第一次上课到现今12月底，一共有8次的时间。这一切要感谢老师在3月份第一班的国际法会的时候批下训文，只是我们虽然各国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到佛堂学习，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视讯依然的要精进道学，培养自己的德性，钟点燃师慈悲的一个破化，有了四海一家愿心相拥，大家能够透过视讯的平台同样的修办不停止我们一起鼓励，一起来成长。今天后学要向各位前人报告的是同心同德共创净慈家园。那刚刚我们唱善歌的过程当中也看到净慈现况那很感恩今天能够在天群英一起来学习，一切都是上天的一个恩典。下一页，先佛曾经讲过，白羊修士天上立愿，人间行愿，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我们很有幸的，也很有福气的，在天群发一天群音这边同修共伴，这是大家宿世的因缘，更是上天慈悲的一个波转。各位前人说是吗？我们这个家不分彼此，不分国籍，不分人种，也不分乾坤，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家。想想看，这一路走到今天，我们最要感谢的是谁？我们思考一下，从求道、修道、办道这一路来，谁陪着我们走过？相信你我都有共同的一个想法，我们最要感谢天师的仙佛菩萨，要感谢我们老前人白水圣地以及前人智德大力在天之灵护庇，还要感谢我们钟点燃师、各国点燃师慈悲提携领导，还感谢我们的同修、引导师相互的鼓励，还有关心，还要感谢我们自己一路走到现今，是吗？天群道场是我们的家，我们都希望这个家越来越好，家要越来越好。天然师尊在2008年崇恩总堂法会的时候，曾经慈悲讲过一段话来勉励天群的徒儿，天群要和谐才能够稳健成长，团结才有愿景希望。一个佛堂的同修，一个国家的同修，乃至于整体天音的同天群音的一个同修，都要和谐团结，我们才有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老师给天群徒儿深深的一个期许。谈到道场要和谐团结，那就必须要大家同心同德。同心同德这四个字怎么去解说呢？就是大家的愿望统一，信念一致，无私无我，大体为要。这也是我们老前人前人在世修办到一个精神。身为老前人前人后学，我们要祭祀宿世，传承老前人前人这修办到一个精神跟德范。但是谈到同心同德，我们想想，每一个人来到道场之前，成长背景都不同，观念想法也不同，如何达到大家的愿望统一，信念一致呢？老实讲，
人人要修回本来面目，就是要修回到原来清净的本性，才能够达到同心同德。所以人人都要力行修办合一，内修己，外度人。修己度人就是朝向同心同德的方向行走，并不是只有口号，唯有修己度人，大家才能够朝向同心同德的方向来行走。在2005年，台湾举办了承先启后道脉传承海内外坛主讲师班法会，当时我们济公老师临坛慈悲讲一段很重要的话，这段话是这样讲的：大家把自己的面团抛出来，制作一个模具，做出来大饼让我们吃，吃都吃不完。这句话老师所要提醒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才或整体天巡业人才，我们都要把它献出来，大家一起相互的支援，相互的合作、如此一来的话，天巡的道务才有未来，同时要建构一个完整的操办体制、那道务是非常宽广无可限量的，让我们办都 办不完。所以重点就是要集合众人的力量为道场的力量，集合众人智慧成为道场的智慧，大家必须要能够同心同德。那谈到要能够同心同德，必须要力行学修参拜。老师紧接下来想，我们不敢说往后20年、30年、50年、100年，就以接着10年好好努力，好好冲刺，对于精进自己加把劲，度化众生献出诚心，更尽力更努力，将为师的心当作自己的心，上天就祝福大家一切。那各位前贤，老师的心是什么心呢？老师的心就是济世度众，公心无我。好，所以济公的心就是济世度众，公心无我。老师说啊，只要徒儿以天性来办道，那自有上天的一个祝福。好，这句话，好，我们身为老师的一个徒儿，身为天群的一个弟子，要牢记在心中。好，那我们常说啊，道真理真天命真仙佛真，仙佛怎么真呢？真在先说后应。所以刚刚后学提到，老师在2005年讲那一段话，历经10年，来到2014年，2014年是天群道悟新契机的一个关键人。这一年有4件重要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天慈悯恩准天群复机。天群在2001年的时候，老母娘慈悲就指机指窍，要我们以真理经典为依归，历经13年了。在2014年的时候，老母娘慈悲让我们复机。复机对道务有什么重要性呢？仙佛可以透过几笔直接来指点我们，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这个道务的帮助是非常大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就是济公老师在点师班法会带领所有点师立下同心同德愿，这件事情触发了后续进士新界的一个因缘。第三件重要事情就是恩师慈勉群英徒儿，每一位要以德传家再出发，唯有人人培养德性才能够道脉传承，这个是很重要。第四点，上天赋予天群英新建进士的一个使命，恩师批下榜文，号召三界共襄盛举。刚刚提到点师们在2014年立下同心同德愿，中心黄点师带领全体点师在黄母莲前立下这个同心同德愿，其内容就是每一位点传师要以性命担保，安顿道场，始终如一，无怨无悔，永不退缩。老师为所有点师做见证，
做担保。同时老师叮嘱天群全体点燃师要同心同德，那么天群将来道务才能够更宏展更宽广。老师也批下了五项天职人员以德传家的一个训文，点传要以人传家，坛主要以礼传家，讲师要以信传家，开荒舍办人员要以智传家，办事人员要以义传家。不管我们是哪一个天职，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德人人都要培养。好，最后老师批下了进士榜文，榜文对整个进士新建是制药的一个关键，也因为老师号召三界，我们才一路走来关关难过关关过。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复习榜文的其中一段，后学来学习攻读哈。于今群英欲新建白羊之道场，慈悲济世愿度苦海止迷津，虽云佛地比天堂，凭空是教场，天地为大殿，宽阔是柱梁，心中有佛则无碍真修，唯愚人无知恐俗远无诸，若不以形象难以隐迷入悟，故每朝逐日身世常虑，欲见庄严母殿，撼动绝世灵禅，巧搭修道村庄，以其互助成长，报脉心传，群英辈有志一同，哪怕笑愚公移山，然灾劫无常，菩萨岂堪众生哭喊，天摧地改，先佛须为善心半香，欲新建妙地，立在六度波若，还需各方坛乐，不失金钱，欲起土道场，只在救人性命，还需三界神灵助化搭帮。今号召善界，广纳乾坤，共襄盛举，其报心生欢喜，踊跃无量。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一人吃斋，十人念佛，行深无相功德，此乃福慧双照，更胜七级浮屠，道传万国，心传千秋，弘华百代，利益十方，功德长明，以为无极慈心。这一段的榜文有五项的一个重点，基文老师说进士是救度众生灵性的大法船，它不是一般的庙宇，它将来是要广度无数众生的灵性，然后要培训无数的办道人才，所以进士的一个建造是何等的重要。第二个，进士是白羊道场道脉心传的一个精神指标。第三个，进士的新建因天时紧急刻不容缓，所以终点是为什么、要快马加鞭的把进士盖起来，因为进士运作关系到芸芸众生的一个慧命。第四个重点是进士新建是为成就无数众生，所以老师说要徒儿们广募有缘，让更多人来行功了愿，成就很多众生的一个慧命。第五个重点是进士的新建是为帮助祖师师尊师母普渡三朝之盛业，所以感谢天师的，感谢基文老师一个慈悲批下榜文，让我们更了解进士新建的一个宗旨目标何在。老师批完训之后，接下法律组、就接着提起机笔来慈悲注化，说明进士新建的因缘，后续列了一段，我们一起来复习复习月法律组的慈悲。月尔和主这么说，济公为徒写榜文，情同父子在造恩，万仙岂是无情客，乃为元辰慈爱心，豪迈一生我来也，故计从师弦外音，此番心机早用尽，
不晓万仙是得真，默契配合将戏演，给足面子道情深。于此问问众群因，此种恩师何处逢，此种恩情如何报，此种恩德谁与同，唯有一心穷天许，既是渡人岂愧荣，唯有再将誓愿立，永不退转道念恒，济公自治为尔治，济公自任尔力行，同为佛地三师尽，永越书江十方通，有钱出钱因功见，有力出力现才能，庄严佛殿为印证，接引有缘持传灯，此庙因名尽持事，现于尔师孝心诚。好，因为法律署灵坛讲述了这段讯文有四个重点。法律署慈悲说，济公老师挑起了对群因徒儿再造之恩的重担，身为群因修子，对老师的恩情要时刻谨记，群因修子要重发心愿，诚思志，立思行，群因修子要展现诚挚的孝心，三思并进，接引有缘，完成尽持事的心戒，献给恩师。所以不管是老师所批的榜文，以及越法律署的一个提点，中点师带领的全体点师以及海内外同修都全力以赴报恩了愿。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回顾这几年来进士新建过程当中，上天助化群因修止感恩报恩的历程好吗？待会很多一个照片，或许透过照片顺便来说故事，这是真实故事。好，我们一起来了解。在2011年的时候，发一的道务中心天元佛院举办了崇德学院第一次的先修班，终点是带领的台湾的道亲去参与，当时恭请的仙佛灵坛开沙，是我们老前人白水圣地灵坛叫到我们两位终点师的时候，就跟两位终点师讲说，好，有时间要和我们来关心关心聊聊天。隔年2012年2月3号开海内外坛主讲师颁法会的时候，老前人就临坛了。周文典师慈悲之前有跟一些典师讨论，希望在台湾中北部找一块地盖个庙，作为未来天群因道脉传承之用。所以周文典师就请示老前人，我们想买块庙地适不适当，老前人就慈悲说，有志愿有方向，那就祝福你们找到福地。想想你们需改变，需精进，需创造，写成一文，众志成城，念到心到，愿就到。老前人这一段话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跟鼓励，所以终点慈悲就在2012年就开始去在台湾的中北部开始找庙地，找了一年多，找了一二十块，有的比较深山古洞，有的农地所以要变更需要很长的时间，有的地很贵，就不晓得要哪一块地比较好，就这么找着找着，我们就找了一年，当时也一毛钱也没有。隔年的时候来到2013年，刚好是我们前老成道20周年，在崇恩总堂有举办纪念的一个活动，也恭请到仙佛来慈悲开沙，来开沙是我们济公老师中点师，就再次来请示老师关于庙地事宜。老师是这么讲的，人多力量大，团结能成事，天助自助当要人助，问问徒儿佛有此心，肯定不疑，诸佛菩萨一路相助，机缘将至，带徒脚步始终一贯定达目标。这一段话老师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怎样，上天允许我们去找一块
庙地来盖一个庙。其实老师讲这一段话之前，老师在正谈训就已经有暗示了，未来整个建设预定地是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石门路。老师的一个慈悲，那更加肯定我们怎样可以去找庙地了。好，老师批完多久，我们在2013年的2月隔月就确定了建设预定地。好，因为刚刚会讲老师的圣坛训里面有指示的，未来的一个建设的预定地就是在土城区的石门路，所以中文点老师再次带着道心，好，回到之前在土城区石门路，好，沈家那块地再去看。好，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照片，两位中点是所中间所站的就是沈家的第三个儿子。好，沈家第三个儿子后面是我们一个道亲叫林兄显庆，他小时候就在我们建设预定地那边打工割草，由他的引荐，每一个点是每一个道亲看了都非常欢喜。好，第一人杰，然后怎样风景非常好，很幽静，又很好一个地理风水。那底下下一个是当初沈老爷子所盖的，就是一个类似别墅一样，房子很坚固，但是沈老爷子离开人世间之后，这个房子一二十年就没人住了，所以他们要卖，很多的买家曾经跟他们谈都谈不下来，因为中介讲他们这块地农地林地包含丙种建地，这栋房子可以卖到台币11亿多。我们一听的话就不敢说了，一直不断的跟他谈，谈到最后，他愿意出6亿7千万，当初我们一毛钱也没有，6亿7千万对我们来讲等于是天价，天全因从开办以来到现今从来没有那么多钱过。那怎么办呢？老师讲的是不是徒儿肯定不已，那自有诸儿菩萨一路相助。那谈着谈着谈不下来，谈了整整一年，来到2014年的时候，2月15号也是举办海内外坛主讲师亲口颁法会，济公老师就临台批下了榜文，点师们跟道亲拿了这个榜文再次跟沈家去谈，跟沈家谈说仙佛济公老师有指示，沈家这块地将来盖大庙要救无数众生的灵性，那么祖先可以沾光，子孙可以得到庇荫。只要我们跟他很真诚的讲述，我们并不是要怎样做生意做买卖，而是为了盖庙，纯粹是要利益众生，沈家终于点头了。这过程当中有仙佛老师的一个助化，所以经过6天而已，就请到沈老奶奶还有他两个儿子到总堂这边来议定庙地的售价并支付定金。这是当初的一个照片。黄老师旁边的年纪比较大的就是沈家的大儿子，沈家大儿子旁边就沈老奶奶，当时他已经90岁了。红老师旁边的那个前道是就沈家老三，再来黄老师旁边最年轻的就沈家的孙子，这几位一起来谈。好，到了3月11号就到崇恩总堂签约，我们正式购得进士第一笔土地，也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有照片，这是当时签约。那很重要点谈到最后剩下多少，只有从6亿7千万到台币4亿2千万。那终点是慈悲跟神老来讲，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一时拿不了那么多钱，可不可以让我们分期付款，结果谈到最后上天的慈悲让我们分5年分期付款，而且不用利息，如果要利息的话4亿2千万可不得了，每个月支付的利息，就这么谈定了，一切都是天师的老师慈悲。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图，就是现在进士的一个图，我们来看一下，会大概解说一下。绿色的部分就是农地，有4260坪，那个是农地，再过蓝色的部分有4255坪，那个是林地，再来黄色有2块，一个是2142坪，
那是沈家的。刚刚后来讲的林地跟农地都沈家的，还有黄色上面那一块2142坪也是沈家的，一共这个卖给我们4200万，包含那个一个长条状的470坪的是道路用地，但是黄色丙种建地的部分1686坪，那不是，那是另外两家张家跟姑家共购的一个土地所以我们买了沈家的一个丙种建地，众生不够，要盖三合院是众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必须要购得1686坪的，但是购得沈家的土地让大家非常的法喜，而且怎样高兴。这个时候钟点师就领着台湾的道亲去打扫一二十年没人整理的一个沈家的一个房舍跟周边的一个环境，开始清洁打扫整修房舍。好，每一个人都怎样大大小小就去整理，同时把室内那个地方重新再整理变得铺了草皮，整个环境变很干净了。短短一个月就把它整理非常干净，道亲同心协力，同时把三圣殿从中二崇恩总堂搬到沈家顶楼三楼那边好。再来过了两个月就在那举办母亲节活动，主要重点是希望道亲以及亲朋好友更多人来接近我们未来家未来道务中心去更熟悉，去久了就有一份的一个感情在，所以有合唱团表演，有话剧表演，那个时候都很简单，还有儿童读经班的一个表演从那时候第一次的一个活动在那里举办。再者点燃师为了要让未来进士的后山能够爬到上面去，可以运动，可以接近大自然，可以有更多的那个吸收分多吸，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办道更有力，所以在进士两侧后面那个山铺设了罗汉坡跟菩萨道，但是很陡峭的山机器没办法上去，必须要人工一个砖块一个石板还有谁啊一袋一袋的泥沙这样搬上去，不管男女老少大家总出动一起来建构这个罗汉坡跟菩萨道。待会我们就一起来回顾当初台湾同修一起建构罗汉坡以及菩萨道。不要紧，尽量轻一点放，不然那等于都。一小，不管是前道或坤道，我们就是一个一块一块石板再传上去，让本来泥巴路把铺成石板之后，就比较不容易打滑。好，所以现在各位前看到的投影片，就是建过罗汉坡，一刚开始不是这样的，是很不好走的。好，再来另外一边就是菩萨道，现在的一个情况就很好走这个是菩萨道就是点点滴滴大家共同的努力就把我们这个家建构更好，所以各位前将来回到进士的时候可以在这边一片森林当中慢慢来爬山健身，吸收这个树林当中的一个分多心都很好的，磁场也很好。好，回顾过往点点滴滴就令人感动，没有大家共同付出努力就没有现今这个环境。再来就是点燃师有远见，进士新建可能要经过七八年，所以为了让一个庄严的进士能够结合周遭的大自然就由我们
的台湾道亲郭惠美郭坛主来破化，他的专业是园艺、哦、就引进了台湾很多的原生种，像那个萧楠、哦、等等、哦、那就是大批的去种植在后山那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初那个海外的点染师道心回来的时候，跟台湾的点染师跟道心一起种树的一个经过、哦、种了好几千棵。好，这个黄点染师跟红点染师带领点染师们种下树苗、哦、红点染师跟其他坤道点染师也种下树苗，这2014年10月的时候种的。好，这个是郑点染师跟邱点染师，应该是跟印尼的道亲一起合种、哦、每一棵树应该都是有一个牌子号、哦、这国外道亲、哦、所种下的。再过来一样国外道亲、哦、有没有看到自己啊？好、哦，这个台湾的道亲。再来就是台湾的道亲跟他的亲朋好友一起种，每一棵树有一个牌子，这每一棵树都是、哦、有那个认捐的、哦、一些金额全部都是铸建进士。好、哦，经过了应该至少五六年了，现在树长成了有的两三米高，有的三四米高的都很大了、哦、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各位先没办法回来，回来之后知道当初你种下的树是有很高 很大的很漂亮、哦、每一个都长得很茂盛。再找找你的树还在不在，好吗？好，再来怎样百花齐放、哦、花都开得很漂亮。好，再来刚刚提到了我们只有买到沈家土地是吗、哦、底下的1686坪要继续谈佛殿建起来还庄严。那2014年除了在台湾举办海内外坛主讲师亲口人才颁法会之后，老师有命两位中点是要巡回各国、哦、说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开法会、哦、就没有空去谈那底下1686，没办法亲自。当然当初、哦、有请连点台湾连点师去跟张家跟顾家去谈，一直谈，他价格提得很高，知道我们要盖庙很不好谈。直到以德传家巡回法会最后一班回来台湾的时候，中点师再次请示老师说啊，我们底下那块地遇到困难了，老师怎么办？老师很幽默讲说啊，你刚刚不是讲说我们那块地吗？还不是我们那块地吗？老师就一句话而已。同时老师最后批下的永不退缩这首歌还知道怎么唱吗？老师帮助我们怎样建佛殿吗、哦、我们一起同心协力把这个金饰建构起来。批完这个那个歌曲、哦、老师讲了这么一段话之后，黄点染师亲自跟张家姑家去谈，10月3号就购得金饰第二笔重要的土地，但是价格很高，一共要多少钱知道吗？小小一块要3亿多。当初3亿都也没有钱、哦、所以点染师神来一笔、哦、建构修道村，让道亲呢也能够去认购孝道村、哦、在短短两三个月就要把3亿凑齐。还有道亲们为了帮助我们这个家，先暂且这样、哦、借钱给道场，两三个就把3亿凑足了、哦、那个时候张家姑家也来总堂、哦、这边签约，一切都是大家同心协力，关关难过关关过，一步一脚印这么走过来。好，两块土地购得了，我们进士的土地 99% 都已经购得了，剩下的那一块就是1686坪旁边不是有个白色的吗？有没有看到1686坪丙建旁边有个白，对，那个是王家最后也购得了，就现在那个进士的进士区，黄连是现在住在那边，整个在从头到尾督工。好，还有一些前嫌、哦、我们也购得了。那之后好，所以完整的进士土地购得之后、哦、有道亲们本身有学堪舆的、
哦，看了整个建设地理风水太好了。第一个后面有个后玄武，就是我们的石门山一样，后玄武在左边有一个青龙山，右边有一个白虎山，前面有一个前朱雀。哦，一般这里地理风水将来会出很多人才，我们期盼我们一起努力哦。哦，老天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理风水，哦，又命名为老师以前修行的地方进士，我们更要去努力。好，之后买得第二笔土地之后，隔了大概三个月，2015年3月15日，我们就举行了进士动土典礼，恭请到韩老典师来亲自主持动土典礼，还邀请发一单位的各个资深典师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隔了三年，来到2018年3月11日，整个建造的申请即将下来，我们又再次举行开工典礼，也一样恭请韩老典师，韩老典师很慈悲，有求必应，所有资深典师各单位资深典师也来共襄盛举了。再隔了三年，来到2012年，今年1月2日的时候，我们举行进士上梁典礼。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历程好吗？大家都有参与哦。在2015年3月15日的时候，那个时候海内外所有的同修都回到台湾这边来，我们一起哦来共同护持的这个动土典礼，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在里面呢？好，很整齐，大家很有精神，美好的回忆。再来，这个是现场，好，来宾还没有到，我们就所有的道心都就做完毕了，很整齐。啊，这个是即将要动土了。好，这最后大家的一个合照，都是美好的回忆，历史的一个镜头。好，这个是3月15日动土。好，再来，老师在榜文当中有提啊，好，我们必须要广结善缘，希望有更多的一个众生了解进士因缘，能够行布施，跟佛结善缘。哦，所以中典石碑在还没有真正整个开工之前，就在沈家那个地方举办各项很多的活动来广结善缘。我们一起来回顾回顾。好，有成人的4Q快乐成长营，好，还有青少年的4Q快乐成长营，再过来儿童读经的一个夏令营，也在沈家那块地三圣地里面，三圣殿啊，举办，还有植树有爱的一个园游会。哦，那园游会所得的义卖盈余就全部铸建进士。哦，还请到社会的贤达还有民意代表一起来植树。再来有举办母亲节联谊活动，推广孝道这话剧。母亲节联谊活动还有举办感恩餐会，请家人请父母亲来一起来用餐。哦，用餐这个盈余所得一样在铸建进士，这个都是在进士预定地所举办的。还有推动义卖，黄典师亲力亲为。哦，这个弥勒佛义卖所得也是要铸建进士。再来银发族来参观进士，我们跟李明，哦，相互动，哦，敦亲睦邻很重要。两位中典师也是亲力亲为，有里长带着李明过来。哦，还有李明来践行登山，哦，来度化他们，有讲座。哦，这也是践行登山。哦，这个过往的几年前还没有拆掉的时候举办这些活动，在黄典师亲自带着这些李明，哦，爬山践行，为他们讲道理，成全他们，度化他们，典师都是亲力亲为。再来举办新春团拜慈善爱心圆游会一样的，每年都举办，每年都预卖。哦，国外典师回来也一起共襄盛举，共同护持。这个是一样，母亲节要再次举办感恩餐会，哦，非常非常多人，一样举办，所有盈余都是全部铸建进士。哦，那个是台湾的歌星啊，哦，
所以刚好拍照留念，两位重点是跟两位主持人叫南方二重唱，好，在台湾很有名，他们都是来免费义唱帮助我们。再来底下是说我们要走出近视到户外去，把近视源告诉更多人，所以在近视附近土城区的、体育场举办两次的圆游会，总动员，大大小小总动员、以前从来没有到户外去举办圆游会，那底下是带领了大家、去圆游会，这个是留下来一个、合照。在外道场的前线来到近视，中点是和两点是带领的近视区的前线一一的一个接待，来诉说近视的因缘，前线听得很感动，都会布施，所以外道场来帮助近视非常非常多，有好几千万，那是很可观的，不可思议的。外道场、老师的榜文也好，点师的一个努力也好，同修共同的一个结善也好，光帮助近视好几千万、好，来到2018年3月11号是开工典礼，我们再透过照片来回顾一下，那个时候国外道行也有回来、这个献供礼一样，恭请到韩老点师来主持开工典礼，很感恩旁边有肖老点师，还有天佛院的廖老点师啊、这个是一起开工、这个是韩老点师开小怪手吗？不是，照个相留念，韩老点师不会开怪手、但是这个画面是很有纪念价值、当时的照片，所有点师手牵手心连心，要共同完成近视的心愿。好，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留影、都是成为美好的一个回忆的。好，再来隔两个月，刚好上天很慈悲，知道近视还要更多宝贵的一个树种、所以刚好新北市政府，因为近视会在新北市，新北市政府跟中华佛教会、联合 举办的国际佛诞文化节植树，那植树到哪边呢？新北市几乎都是都市丛林啊，结果透过前线的一个介绍来到我们近视，把1000多棵的扁柏啦、萧楠等等珍贵树木一起怎样种植到近视、前前后后台湾道亲还有中点师也忙了很久、这个是当天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场面。中点常讲近视不是属于道场而已，不属于哪一个宗教，是老母娘的，不管有求道没求道，不管各宗各教都一起来、来近视这边一起来互相的一个切磋学习。好，要种树之前必须要找一块地，那块地刚好非常非常多的石子，所以中点是带领各点师还有我们道亲们要捡石头，每一块石头中点讲都是捡黄金一样，要捡起来，不然树很难成长，都要亲自捡、时间很短，短短的可能一个礼拜要把这些一大片的一个土地石头全部要捡起来挖出来、当时的一个现象，有没有看到很多石头捡了才开始种树、中点师跟一些、来一起种树。好，当天有1000多人来种树，这块地种完之后现在变怎么样，刚刚讲2018年，现在已经2021年嘛，3年多了变这样了、那里面都是扁柏跟萧楠等等、绿荫盎然、那里非常清幽，然后我们又建造了风铃雀羽，这个是很老一个休息的地方，在近视旁边而已，所以近视不是只有庄严的一个佛殿而已，还周边的大自然环境都很好，中点是很用心的一个规划，还有道亲的一个护持互助。好，风铃雀羽我们都可以在那边泡茶、休息，这樱花开的时候
很漂亮，你在枫林穴那边，好，百花盛开，好，再来，经过几个月，五月到九月建造下来的，就开始拆除动工，把沈家土地，我们原先打扫很好的三圣殿在那边的，因为要敲掉才有新的进士起来，所以动工把它拆除，移平，开始挖地基、立排桩来做那个防那个滑坡啊，点点滴都是历史。再来，因为要新建的经费不够，总点是说我们还在努力，所以不仅在进士那边举办义卖，我们要出去去义卖，平常就有义卖的，在崇恩总堂这边，陈树成讲师、陈进成讲师，还有郭淑兰郭姐等等很多道亲刘坤成刘讲师，还有中点是红点师亲自来督导来义卖，筹取那个进士新建经费。好，那因为我们刚好有督到一个道亲叫谢志明谢兄谢总经理，他是专门办展场的，所以他发大心愿，每次他办展场的时候就免费腾出一二十个摊位给我们，一个摊位四五天都要三万多，所以加起来都五六十万，每次五六十万都没有跟我们收取，让我们去摆佛堂各种的义卖，每次的盈余大概都有扣掉那个成本，只有五六十万，总共前后办了四次。这一次十二月三号到六号是在台湾的南部台南那个地方，现在中和崇恩总堂，中和崇恩总堂是北部，距离台南大概有三百公里左右，三百多公里啊。等一下还是叫我们下去去预卖啊，所以等一下从十二月二号前一天就下去开始布置场地，到最后一天十二月六号亲自带动着所有点燃师道亲们来义卖。我们来看一下回顾照片啊，这是请到一个公益团体来助画啊，表演节目在展场那边，点燃师颁发感谢状啊，只要贵宾来，点燃师就跟贵宾诉说进士的因缘，了解之后很多的一个社会贤达或道亲点燃师就布施，这是在卖场总共布施二十几万台币啊。这红点燃师跟邱点燃师啊，在卖我们的义卖，还有带完带坛主幸福包子跟胡椒饼，每次义卖这个生意都很好啊，四天都会卖二十几万台币。再来是张点燃师，英国张点燃师，还有香港林点燃师，带着北港的道亲啊，云家道亲来义卖，点燃师亲力亲为，好，纽澳的刘点燃师，好，也帮忙义卖。再来，台湾的张点燃师，张淑媛张点燃师带领北中区的贤贤，好，义卖。在连点燃师是负责主题馆，因为其中有一个区域，啊，是要来让民众了解，好，道场在推动中华文化有哪些，有儿童读经班。有青少年四 Q 快乐成长班，还有近三月呢，还有近视音乐，都一能够去推广。在后学学习，学界也是那个推广道场的义卖品。再来是黄志煌讲师，负责义品义卖，跟来宾来解说版文。再来是柏林面包。好，柏林面包不容易，从2014年到现今对整个进入的新建都非常非常护持，而且大力的护持，每次义卖所得全部连成本都没有拿，全部布施给道场。柏林蛋糕是我们道亲黄泽清黄讲师还有叶美芝叶讲师两夫妻所创立的蛋糕公司。好，学界的前人帮忙卖便当，义卖便当。好，这学界前贤义卖道亲所布施的马克杯，到这些马克杯不要看很多，全部卖光了。好，各区的前贤也义卖炸物等等，都四天。啊，这个是桃园道亲。啊，这是高雄张简讲师
带领了高雄区的前贤来做义卖，也一样四天都在那边护持。啊，这个是柏林蛋糕，刚刚也讲了，这次也是全额卖了20几万的啊台币，全部布施给进士柏林蛋糕。啊，这个是留念。好，主题馆。再来要跟各位前报告的，台湾的孙典师，他学艺术的，他一个女儿叫刘婉露，刘坛主，会弹钢琴，会作曲。为了要长明天恩，把老师所批的版文，御法律所所批的词训，把它谱成曲。那邀集了我们道场内爱好音乐，还有道场外爱好音乐的，一起筹组了敬善乐人。前年后应该在文化中心外面，文化中心举办应该有4次的一个敬善乐人演唱，把老师那份的一个慈悲，上天的一个恩典，透过歌曲，让很多啊外道场的前贤了解，也募了不少款。我们一起来看他们这一次在12月12号，黄念师亲自下去，在高雄的冈山啊，离崇恩总堂有一段距离300多公里啊，他们表演的一个情况，啊，唱诵榜文，啊，表演的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啊，乐法律组慈悲的训文也补成曲，把那段的一个故事，乐法律组讲那段故事，把它演出来。好，这合照，每一位看过的点师跟同修前贤们都非常感动，啊，了解天师的莲安白杨道场，既是新建因缘那份的一个殊胜，啊，这一场中华点师还恭请到崇德马家驹马点师来给大家鼓励，啊。马点是看了，哦，也有一份的一个肯定跟赞美，哦，最后由黄点师来慈悲，明年度还继续敬善乐人，哦，好，都是同修来祝化进士新建的因缘。好，再来进入新建过程当中，我们在2020年遇到全世界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国传播，是吗？疫情没办法消退，每一个道亲每一个道场几乎都不能回到佛堂，哦，上课开法会。台湾这边还好，天师的当时中点师就邀集了点师们开会，希望透过万人祈福点灯能够让疫情消退，同时把点祈福灯的这些的一些功德费用全部铸建进士。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由中显安带领各国点师带领，我们达到了10000盏的一个目标，哦，那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哦，我们回顾一下，也因为这份的一个善缘，台湾疫情都没很严重，即使是新建刚刚讲天时紧急刻不容缓，我们没有停工，一旦大家都不能出来了，即使是停工了，不仅费用要增加，而且怎样，新建的一个时间会拉长的，哦，就是把每一位点灯的一个名字都承受给上天，用书文承受给上天，哦，这个都是在净慈寺那边举办的点灯祈福。好，那个时候那海外的道亲都是用视讯的，啊，写祈福卡挂在枫林雀羽那边，哦，希望那个净慈新建顺利，疫情赶快消退。好，再来今年度1月2号就举行上梁大典，啊，搁浅就没办法回来了，啊，我们也很顺利举行上梁大典，恭请的韩老点师亲自来主持，啊，还有灵隐的董点师等等都一起来共襄盛举，这是很重要进士新建的里程碑。好，这个是合照。好，刚刚透过很多照片没有办法继续一一的讲述这个7年多来的点点滴滴，待会以一部影片进士的寺院回顾来串联，或许刚刚所讲的会让我们更清楚这7年来从2014年这么走过来，哦，到现今多少天师的终点是一个带领同修的同心协力。好，我们一起来观赏进士的寺院回顾。
四海的亲朋好友全进来，把真诚的关怀亮呀亮出来，把你温暖深深双手伸出来，把你奔驰外放心收呀收回来，这真理听了让你的云雾开，神采奕奕的精神都收整起来，道不远人观自在，风度翩翩然光彩头上戴，出城中脚步走出来，把天道之尊贵宝贵献出来，把别旧的心里火倒呀倒出来，这真的洗涤每个人的尘埃，不偏不倚的真理让你添神采，灵犀传递那命运讯息，直接万句是教理，诚惜将心路经历，原理不灭的记忆，收拾那累世之谜，
谦虚，度你用岁月累积。我念念想起从天光到夜里，生生世世无止境也为你，哪怕山走海雨，哪怕心里焦疲，也不愿流悔恨来相陪。我念念相许从天光到夜里，只愿你也跟着圣贤足迹，回去我来背唱着生离死别，为你守一盏灯照常。岁月累积，我念念相惜从天光到夜里，生生世世无止境也为你，哪怕山走海雨，哪怕心里焦疲，也不愿留悔恨来相陪。我念念相许从天光到夜里，只愿你也跟着圣贤足迹，回去我来背唱着生离死别，为你守一盏灯照长夜。我念念相许从天光到夜里，生生世世无止境也为你，山走海雨，哪怕心里焦疲，也不愿留悔恨来相陪。我念念相许从天光到夜里，只愿你也跟着圣贤足迹，回去我来背唱着生离死别，为你守一盏灯照长夜。诸佛菩萨的助化，营建团队的用心，工程进行都平安顺利，真的要感谢海内海外的道亲及社会善心的人士，出钱出力，布施金钱，舍得舍得，真舍真得，人间的一份布施，天上百倍的功德。越武穆王曾经这么持训，净只是上天要盖的，不是要给群英的，是要成就多少众生的善因缘。预定2022年的农历11月15号，南无大典，我们要举行净只是的安坐大典，还有2年多的时间，工程的经费仍然不足，还需要十方的善信大众为净只是的人间净土尽最大的心力。再次感恩大家，谢谢大家。建设心间蕴含太多的天人师德，也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行功了的机会，终点而慈悲，让我们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净寺即将新建完成，我们还有行功了的机会，要好好把握。接下来要让大家看的是，我们回顾一下从动土、开工、拆除到上梁以及到现今的新建的一个进度到哪边。我们一起来观看净寺新建影片。
Oh.
现在进士的新建、哦、已经外面的结构体都好了，准备要铺屋啊，还有贴瓷砖。好、哦，点燃诗词被定下，希望明年度的冬季老母大典，我们能够进行佛殿的一个安座。好、啊，这个照片。好，最后一个结语，同心同德这四个字是有典故的。在中国历史当中，3000年前有一个王叫商纣王，他暴虐无道，任由他的一个部下去欺凌百姓，让百姓生活在恐惧当中。其中一个诸侯王叫周武王，于是为了要解救身在水深火热的百姓，所以他要 起兵来讨伐商纣王、哦、但出发之前他就跟他的所有的军队讲一句话，商纣王他本身有成千上万的百姓，但是他们离心离德、哦、虽然我跟我的臣子只有10个人而已，但是我们同心同德，虽然纣王旁边有至亲的人，但是不如我旁边有仁慈的一个臣子，我们这一次出发一定可以打败商纣王。当他讲完这句话出发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到其他诸侯国，其他诸侯就跟他会合，一起来讨伐商纣。在讨伐过程当中，商纣王派出了70万的一个大军要去力抗周武王，但是这70万里面知道商纣王平时对他们非常残暴，纷纷的都投向了周武王、哦、到最后周武王、哦、以寡击众，把商纣王打败了。这个典故就是同心同德、哦、的一个由来。同心同德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同心，最后一定能克服，同心同德才能够成就大事。一样的道理，假如众人离心离德，那么就像商纣王一样，就算人再多也无法成功。进士的新建是否能够完成，重点不在到场的人数多寡，而在于大家是否同心同德。济公老师慈悲说，进士事的圆满并非是要盖的金碧辉煌，或是活动办的风光，主因在有人护持中得到成长，有人参与中学会担当，人人皆是进士事之助粮。天群因事业刀松进行事，离新建完成就剩最后一里路，这最后一里路全体群因同修，一起手牵手心连心，同心同德走向终点，好吗？好，或许就学习到这边，有不圆满地方恭请终点师慈悲指导补充，感谢各位前贤，谢谢。